点击想去的地方，您的角色就会移动。很好，再试一次。点击敌人，角色就会自动攻击敌人。点击屏幕右边的图标，就可以使用强力的技能。击屏幕，角色就会闪避，操作会消耗黄色的精力值，请随时注意。阻止灰烬神教是我们的使命。双击屏幕，角色就会向点击的方向进行闪避。滑动屏幕能释放必杀技，一击就能秒杀敌兵。推荐必杀技也会消耗精力值，
请随时注意。滑动屏幕能释放必杀技，一击就能秒杀敌兵，推荐遇精英怪时释放。按住屏幕，您的角色会开始蓄力，蓄满后会自动释放强力攻击，推荐搭配技能进行释放。按住屏幕，您的角色会开始蓄力，蓄满后会自动释放强力攻击，推荐搭配技能进行释放。
去吧，给灰烬神教一个教训。Come on!